我帮着你，你放心，韩叔身经百战，你穿。 锁起来了，锁起来，走，锁起来，拿解刀，快走！安叔，安叔，安叔，快点，安叔叫总部，安叔孙立香了，赶快叫救护车来！ 说过不会跟我合作的，现在还不来求我？别那么多废话，开个价！操你内奸！ 我知道你心情不好，心情不好就不要谈嘛。万一杀错了好兄弟，大家都不想嘛，是不是？长官，要不要派飞虎队冲进去，让他们起内讧？可是里面有我们的兄弟啊，那又怎么样？让我做个中间人。 我们再约个时间，换个地方谈，好不好？哎，不要，不要，万一也不要再耍我们了，不想谈就不要耍小动作。没搞错吧，阿泰？又要帮他，又要替他求情，好，你们三个就一起上路吧。巫术，长官，目标出现了，出发。
暂时撤退，我们在外围包抄。飞了，飞了，十五分。火力这么厉害，我差点栽在他们手上。哎呀，阿力，你受伤了？我没受伤。是我，阿辉，我受伤了。没问题，没打中要害，放心吧，没问题。好痛啊！我们的位置在这里，刚才的队员呢，全部推到后面去。如果我有什么三长两短，你记住，把这封信寄给我儿子。我已经写了好久了，不过还没有贴邮票。你把这个给我前妻，告诉他我从此跟他一刀两断。好了，不要说那么多，我会帮你做好的。我要去见安叔。哎，不要！还有阿峰。哎，你会没事的，你要撑下去。快点过来帮忙！救护车马上来了，帮他扶过去，快！等一下呢，大家注意火力，站开！为什么要撤退？里面的火力这么强，我们挡不住，要重新部署。如果抓不到人，是不是你负责？里面有伤亡的话，是不是由你负责？上级要你来协助，不是派你来跟我作对。所有中外组的兄弟听着，我们立刻开车冲进去。是，长官。准备行动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快快快！吓跑了！撤！撤！快通知救护车！这里有兄弟受伤。攻击！不可部署，埋伏在高处。火力很强，等我先干掉他们。我都消灭了。站住！别动！过去救他！是。长官，死了！长官，你没事吧？长官，哎，小心，是我帮我干掉那帮警察。你还想骗我？你我是大的猪，散开，快点，快，帮我干掉他们！我操你妈！你自己去吧！我。
对不起，泰哥，我是警察，我不会像鱼丸一样被你捞起来。你一枪打死我了。PC2456，这次行动的卧底，干得很好。还没死，当年20几个人都没有把我打死，一颗子弹怎么能杀我呢？你不要妄想可以相持，相信你妈了，你们快点救他，帮他止血啊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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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